今天有普烧鳗，今天有普烧鳗，但是它价格不低。普烧鳗，今天有普烧鳗，然后价格不低，因为所以我就知道我拿的普烧鳗的价格有多低了。买台北哦，买台北啊，买台北通啊，不待机哦，明天再跟买八卦山，乖，中啊，中哦，八卦山直接到啦，哎呀，以后你变来同志啦，你讲你明天在八卦山直接到啦，我都大号你过来跌下，同都跌下去，八卦山啊。对呀、啊，老板娘，对呀、啊，在呢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祝清早，小雪早，拜拜，拜拜。老板娘，好，谁是啊？好听了，怎么样呗？没过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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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老板娘，对，哎不，啥会的，老板？要是叫老板娘，我不要。哎呦，你会吧？我有钱拿来。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呢？我爸那爸，哎妈，叫你来不？叫你来不？叫你来不？你叫什么？叫你啊！我叫你爸，爸爸叫你来。我叫你来呀。来。哎，哥不会念。不会念，叫叫做这大会去。哎，不啦，我爸啦。哎，我是请来。这个烟哪的？这不是抽烟哦。抽烟。不是抽烟，是啊。这是现这规种，规种啦。这是条传统味啦，传统味啊。咱介绍是传统感觉来，传统传统味啦，嘿啊。哎，因为因因为啊。哎，快搞起。搞起个酒吧，酒吧，不是啦。抽烟哦，个烟雾。好啊。你普通麦干总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总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，那。也是条鱼，一号鱼，无。要趁十块钱，准备拢起。即摆介绍差不多，我等下介绍差不多。啊，几啊那边？要趁十块钱，十二嘛趁八二块钱。这是咩货？嘿，人准先，五百。就赚了。五百了，五百了，对啊。五百了，最难赚的虾子了。五百了啦，继续叫你接啦，是不是？你过过来，三百块钱。哦。啊，你还得五百。三百啦。三百。系啦。哎呀，一斤蒜只卖五百呢。哎，我也是先加一下。哎呀呀，到恁爸来，恁爸都已经了。我讲你，嘿呀，我恁俩挂哦，三波。这波你冇用拍伊呢，你冇正眼看人头，你对伊。没啦哦，没有。你买啊，这个。哎，你买几多？啊，几多啊？啊，几多？我多啦。我讲你敢唔得大买？赶快来啦，赶快，你一个大买啦，你要去加。啊，就四爷，你安尼就四爷呢。你普通鳗揢二十四只对不？你揢，你揢，十二只。十二只。十二只。对。一百块。你可以。
有刷烟哦。可以刷烟哦。对吧？补一个飞卷，飞卷补一个。明天在哪里卖啊？明天在八卦山跟东兴市场，地昌杂、红地杂、胜利杂。是，你多少年了？行了，这个秋瑾杂、水源绿杂、永农杂。哎，谢谢姐，谢谢。文忠杂、瑞兆杂、文海杂。我做你弄菜。豆豆杂、永农杂、一饭店杂。OK。一个下。居民杂、新加坡绿杂。一百一十，因为恰当啊那边你可以跟他说好的啊，这不在意在意成绩一下就好你了，你看我在意了我你个个情况说你个问题平安耶，我好我来等一下要算了，小姐。今天有鳗鱼，但是十二只被全拿了。你是几只还是只十二只？十二只啦，因为我们不是开梗啦，摔倒啦，摔卡车摔倒，对啦，摔倒啦，这把呢，摔倒啦。你看，就输了，
这树下，这些树下。树下呀。烟呢？以为这个还真是在烟里呢。我这这条这条就是。我看起来是。这是看的。看起来是背梗的。哎呀。这我觉得这应该是树。不是啊，背梗还久久的。你没这样搞。几元的刀？几元的啊？包。一包一百五。包两包，两包包。一包两包。好的，这。安尼三包。哎呀，我忘记讲了，今天有高档鱼哦。今天有白虾仓，还有白仓。虾仓、白仓、糖醋鳜。糖醋鳜、金线鲢。白仓。然后有石斑。这个石斑呢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石斑。我不知道这个石斑，这个是昂珠贵。这个不知道什么石斑。啊，今天有马头鱼。今天有马头鱼。今天有马头鱼。然后就这样子哦。一包一包。哎，你今天袂少呢，一包得了吼，你几只？包较俗个你，下张哦，下张嘛。这无可能袂一包的啦。你叫你算只，你今仔日死个话，伊阿讲唔对，阿变煞落咧反悔啊，你。哈哈哈！哎，那个挑三百。哦，我来一个正业。我买过啊，我买过啊，即摆 CD 无伫个，咱爱家己买。CD 抢张，抢个即摆一袂好，你讲白。CD 无怎无伫啊？有啊，本来抢，那袂讲去，去遐唔请。我讲伫倒位，遐讲我听拢无。我今日问伊朋友，朋友讲，后车站，台中车站。哦。哎，你讲抢张无啊？你哪有抢？哎，讲袂清楚个。伫迄边啊，上迄边。哎呀，阿娘在外面讲，阿妈，你做大只。你讲袂清楚，伊讲十三楼，我就知影一块一定断袂掉。十三楼我断掉，爱用磁扣闹个哩。哦，爱叫张照转来。要死个吧呀！有无都抓来走去对无？我要你个啦，我真袂啦。这一块三百。这四五多，这是十八啦。红干，啊，够会，迄个食，红来花，好啦，第五市啊，人食较好啊，真正。哎，你开分店，加人大只了吼。你这是什么酒班啊？我唔知啊，我在那边办。哎，嗯，哎，什么班？我不知啊，开酒班。哦。Hello， 爸爸。Hello， 今天炒虾仁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炒虾仁。开酒班啊，虾仁。现在只有白虾仁了，现在只有白虾仁而已。你是因为我吧？你再去。我哪知道？我哪知道？这个会话啦。你后边包虾啦。啊，这只只只一百。你后边包。他只做一桌。来了来了，你聊聊。对对。你这是因为我吧？这个我会。我们招车越少。你好，别今天有那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值班呢。啊，静音都啊，哎，静音都啊，静音都啊，大尾啊，对不？你都把手咧拢嘛，无见着啊？对啊，你手咧拢，你把手咧拢吗？啊，够有无？够，我要够好。无。哎，那无啊，伊无难拍啦，无难拍。无这啊？嘿，阿妈你，无，你无两个，我讲你讲，我讲无，何里买啊？我现在要做两副啊，你要有你，无你讲无爸妈在啊，你讲讲讲无啊？咁可就无啊？前下主要买迄买，唔是买，唔忘记买，你买啊？嘿啊，只买三三嘞，啊爱高啦，爱高，哎呀，啊这个较高啊，啊只买嘞，只买，只买无够高，无够高，只买较高只嘛，只买较高只嘛，我跨股啊哦。你当初揢虾出来，因讲唔知大只细只，就讲迄大只诶。我看。你讲虾，我讲虾，你遐十尾啊？呼呼呼，我只十尾。退兵搁退兵诶。你今仔刚好，今仔刚好。对啊，哎，你四尾啊？今仔刚好。十尾食无袂瘾啊？袂啊。四尾啊？袂。袂四尾啊？怪啊啦！伊都伊都只只分啊。我下下搁替你看你车停伫倒，搁惊你红闹吼。你看呢？你看呢？这鼻音那么高，有老出头，你那好问下你尔，无你搞闹去啊！已经走，已经走。好，刚才买，好，有啦，还要几块？
那边啊，对啊，一百八哦，四百五八，你讲几啊？无，来来，我坐，拿好你讲话，哎你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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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左边，那个就不用，那边就不用。哎，今天你不要再放了，以后再放不要了。哎，这个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我没有了。一斤，那你穿哈侪条斤来，你安尼穿。来，我进去啊。来。这边去。啊，来啊，进来进来，镜头，哎，阿好，你阿镜头阿好啊。这是哪里？这国语啊，我等我讲无错嘛，主要一段是对于国语两句。无啦，拢无啦。我讲新竹的吼，河豚的。再来啊！再来啊！你够新竹的，你找我笑。没有啦。无，可能要不计价。你讲明朝炒的啊？好啊。你要不计价来晒啊？国语啊？你喏，伊阿那边。4500啊？啊，几只啊？4500，啊，看几只啊？几只啊？没有办法，真的啦。几只啊？千八。没有办法，老板娘开始。一公分一公分，然后的千五。所以三分跑不会三八。车高，人家都嫌少无咧，车高。啊，你车怎啊要看无？车怎到？车怎啊？啊，你一定啊！啊，咱按只只三八啦。车站无到，是讲我车站我冇看过几少六个阿哥，冇几皮大，拜托了。我是咧讲你平常是袂敢尼好哩，冇几皮大咧，做做啥？你这个，袂我今嘛买买啊，我都你这是废话，太贵，贵到贵到太贵，太贵啊！今嘛无新地方太稀爱买啊。哎，你个鸡是咧睇啊呐，你卖一片一片啊，一分呐，即摆咧开一分，5片500，4500啦，五块啦，五块小块啦，五块块了，你别讲介绍，我跟你来聊啦，我唔行啊，我讲介绍，头先我一个咧蹲着啊，哦，叫我来看鱼啊，你个鱼啊，太认真，哎，钱头不会叫你公司收，不会。我咧困，讲阿卡电话啊，哦，然后叫我来看鱼啊，看你新来卖安尼卖什么好鱼啊？今仔时啊鱼啊袂歹，遐石斑我冇看过。啊这哪袂记得？金线。一尾五百。一尾五百。一尾五百。啊，你真在画画咧，安尼，我跟你好。一尾五百，你真来台钓，一尾钱来买啊？从我比大买哦，你一尾来这五百块，你来台钓，我钱我来买。你要不看，你要不看，我来买啊。金线啊贵哦，我真要金线。今年较贵，今年较贵。最近较贵，最近较贵。哎，做几个？做几个？我来来，听下你无得睇，听下。几块？卖一个，继续去走去。你睇话济啊？听下，人家外送好几只不要？多少米啊？200几米啊？200几米啊？几米哦？买五百，我寄来三条鱼啊？这三家好，你做饭。没有。安全好。好来，好来，这安装的，再做忙的，再做安装的，好，安装的好，安装的好。不会工作。你叫我吧，你没有吧？你叫我，你叫我，你叫我，我等我。你叫我，你等我。还可以啊，对。我吧，你我吧。找你干活吧，娘。几千买在啊？咱不几千啊？啊，这里啊。啊，几千五百。几千五百。哎，鲑鱼啊，那边鲑鱼啊。哎，几千五百，几千五百，五百。啊，这几千我这。三千五百。那是加两块啦。许关早。会早。哦，最近股票不错哎。你要看电话就好了，明天来看了啦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跟你讲个紧啦，明天来看啦。真的啊？哎呀，无讲。现在老了，我打电话给你。真的哦，真的。
0963233997。那是您太太。太太。青菜公公。哈哈哈！无咩事啊，无啥咩事，无咩事。看你表扬无啊？无电脑哩，电脑无电脑拖开厂暗哩。啊，我等大姐去搞菜个。来，再讲一下哦，那安干嘛，车脏嘛吼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班，猜一下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班，我猜一下。应该不是什么时班吧？不晓，看是什么鸟。请他包扎。没有，他那个要分开。